请问今天一大早出门要去哪里？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8:19，听起来很正常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每天上班都要12点嘞，我们上班时间比较晚一点。等一下要陪师傅要去找一位神秘的人物，今天师傅要去探班，身为 AKA 馆长特助，当然是要随身跟随了。期待一下，等一下会看到什么。等一下有一位神秘嘉宾今天来跟我们借新庄馆的场馆拍 MV， 刚好我们新庄馆进了新器材，师傅说会来气溶解，来看看师傅要不会把器材砸坏。你可以支持，哎，直接现场签。林志哥上次见面应该3年前，对。上次来宣传专辑，这是目前最新的。哎，以后来台湾需要什么帮忙，跟我们讲啊。要场地，如果要健身的啦，因为我有很多间馆，味道都不一样。我去过2间啊，在林口跟这里。3-2-1，好，再让3-2-1。这个我卖到人家要买不到，它里面是2种不一样味道，很好吃。已经这真的很好吃啊，港式的月饼，给你们看而已，买不到。好了，你忙了，我来关心你一下，辛苦了，在等你的新歌上。我刚送你那张就是那个玻璃心的装帧包装设计，嗯，就是我弄的相簿，哇哦，都是手写，还有入围金曲奖，东西歌词全部故意这样手写，那专辑是这样，哦，里面都是照片，然后放进相簿里。这个是上次的，对啊，枪打进去，这个棒，哦，所以被枪打到就是这样，小的洞嘛，后面大的洞，那脚也是，哦，洞的，这个是出来的，出来比较大，对，子弹的洞很可怕，幸好没有。打到了，还有在，还在，人还在就好。别人没有的经验，支持馆长的精神。马来西亚不叫，马来西亚死刑是死刑，没有死刑，毒品死刑，还有鞭刑啊。您这个有被鞭过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又不是犯那一种。你是特地过来的？对，因为知道你借我们这边，我们昨天也全部更新器材，更漂亮。可是他都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更新？做生意就是这样，你用了那么多年，6年、7年的东西换一下，其实我们东西平常都在保养，所以是不会坏，不可能坏。我们也有很多配件，但是其实用久了，人家还会觉得心态上。所以那旧的你就卖掉？我们都先留着，未来如果开大场馆需要资源进去，可以进去，因为我们的场馆有的太大了，未来规划会更大。像这间1500平，中壢就比这边再大300平，然后台中、高雄就2400、2200，所以挑高也更高了。我知道很多网红都来这边拍，他都很挺。谢谢，只要大家想要拍都没关系，但很多妹妹了，旁边妹妹虎视眈眈要找馆长拍照，不是吧？哎，可以，来，耶，我帮你们争取到了。练一下，不要在那边出洋相，千万不要。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馆长在那边训练，为什么？我之前见过他，可是没看过他练。通常看到旁边人都会闪开，不敢练。很像动物园。那时候见他还没有中弹，就看到他很活蹦乱跳，这样很开心。他们要催我，我是偷偷跑过来偷懒看馆长表演。他平时没有在这边练的。我叫什么？我坐在里面。今天是专程为了你，真的专程为了你。这都几公斤？现在150。就是馆长的热身，他那时候中枪嘛，中枪住院完一个月后出来推第一个重量160，类似阿摩尼亚，很臭，跟尿味一样。对，闻来干嘛？闻完就会整个精神就来了，是禁药？不是，很多练大力士的人都会闻这个，那个一闻马上紧哦。闻5分钟不要停，不用啊，10秒就好了。只要闻到整个眼泪会流出来，马上醒。等一下那个制片太累了，给他闻一下。可以访问你们俩。对，看这身行头就知道是我们的铁粉啊。来这边练，看过馆长吗？
第一次看。之前在警局的时候有粉丝见面会有去过。我是在那个土城地方法院，那个是土城粉丝见面会。来新庄馆你们训练大概多久时间？大概快四年。我刚刚亏蛮重，亏100。然后刚现场看到馆长刚170在那边，然后超级久，还蛮强的，还是蛮强。然后突然有庞然大物跑过来，不是馆长本人，然后就跑去找他拍照。我的信仰值还没那么高，但是该买的都买了。信仰值，只差手表，只差手表。就我也是啊，这个手套没有。连那个人，那个人是。感谢，全部行头。我们薪水要靠你了。哎，别这么说。这个要多租一点啦，这个。嗯，这个很好穿，下个月会租两杆。我还在赶工中，这件，然后裤科是这块布再好一点点，裤头有换一些颜色。好，裤头已经买了。OK， 感谢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访问你们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ta。Hello， 我是泱泱。我的 IG 是 V 点 Rita。我的 IG 是 Mifidi 的 Bibi。有来过我们生技师汉吗？有在别的馆，我啦 ，Linko， 我第一次。我平常会去健身，然后本身原本也是运动员，平常也会健身，然后还有上教练课。第一次看到馆长本人。我觉得他本人比影片上帅很多。我觉得有帅，就是那种魅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 man， 然后突然变成那种小迷妹，就哇，很想要跟他拍照。感谢两位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贝拉，我的 IG 是贝拉84429。那你今天是来干嘛？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拍黄明志的 MV。合作新歌，所以平常有在健身吗？有在做瑜伽，但是没有来过规模这么大的健身房。對對對，看这身材，对，完全没有在健身。帮粉丝谋一下福利啊！刚刚有跟馆长一起合照、啊，有，刚我是第一个跟他合照的，我是他的头号粉丝。对啊，看到他本人，你觉得跟荧幕上有什么差距吗？我觉得没有差、欸，就是很壮啊，很想要跟他一起健身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嗨，我是 Leo。什么角色？健身房来拍 MV， 来运动的辣妹。如果平常场馆大家都穿上来运动，就大家就会爆满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青春洋溢。那我们平常有在运动吗？平常有，对啊，喜欢流汗，然后会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下运动，紧实一下身体比较重要。真的哎，不然会松松了。刚刚有跟馆长合照，有。那你们看到他本人是什么感觉？很兴奋哎，我之前有去看过他的频道，就是他的小迷妹这样。真的，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子，他看到馆长说。远远的看他就好了，还是我们的粉丝很多人都在说馆长的发量有变比较少了，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只在意他的肌肉量。整个真的是铁粉。大家要看对好不好？是肌肉量。感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晴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讲。我们来拍摄黄明志的 MV。你平常有在运动吗？我自己没有，我有偶尔。成吉思汗、双北、台中，还有中立、高雄都有场馆，欢迎你们来健身。好啊，老馆长健身。因为我之前一直很想健身，但是都没有机会，所以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觉得蛮新鲜。那看到馆长本人是什么感觉？会觉得他特别壮吗？肌肉很大。见到本人觉得更震撼一点，远远看会觉得哇。很壮，喜欢他们两个的粉丝可以追踪一下他们的 IG 啊，感谢各位。今天算师傅来探班，刚训练完已经先离开了。刚刚也看到，就是明志哥这次的新的 MV 在拍摄嘛，然后有很多香香的妹子。然后我们这次新庄馆有新的器材，这个月开始三级令也解除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我们的场馆使用看看新的器材，然后多多支持成吉思汗还有恶名昭彰。好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可以。来。我要拍
自拍跟别人帮我们拍的。哇，你很多东西。我有滤镜的。OK 啊。